大家好，我是俊松，今天来给你们介绍一个与众不同的全新发展项目。这边呢是采用于澳洲小镇般的概念来打造不一样的城镇。在此之前，让我来给你们介绍这边的地点吧。好的，这边呢我来到这里给你娓娓道来，给你介绍这个地点哦。这地点呢是在哪里？这地点呢是在 Mount Austin 的旺区。这一边呢有三个爆点，本身这一边呢，第一有它的商场 ，Austin High 那一边呢，要吃要喝要玩应该不是很大的问题。第二，这边呢有各大的学府，这一边呢有三威，还有呢就是宽楼五小，就是我们很熟知的啦。第三呢，就是这一边呢是给很多的商场包围的，犹如呢就是 Tesco、IKEA、Dobbin 还有 Jasco。单单 Jasco 的话呢，十公里里面就可以到达两间，第一间呢在 Austin 这一边，The Round 那一边，然后呢第二间呢是在 Dobbin 这一边。这个发展项目呢，发展商用了很大片的一片地来打造一个全新的环境和全新的社区。这个全新的社区呢，里面就有包含了商圈，里面有公寓，然后呢未来会有商场，就是那 shopping mall。然后这里呢也有很多的住宅单位，住宅单位的话呢就有 bungalow、有 semi d、有 cluster， 还有 terrace house。这个发展商是采用澳洲的概念与设计打造整个社区，地势高，绿色环境，休闲的氛围，让你处身于桃园市外哦。这边如同你们所看到的，在视频中呢只是完成了一小部分，来这边呢我带你们来看后面最精彩的部分。这是之前已完工的项目，正如视频中你们所看到的，这里的屋子的完成度十分的高。这个全新发展项目呢，一共推出三种款式，分别是呢 Link Bungalow、Semi D 还有 Cluster， 别具一格的设计与风格，让整个屋子呢显得额外的高挑与大气。好的，这全新项目呢就位于这个社区的最高地段，而且呢也是最后发展的地段，这一边可以称之为高山豪华住宅区。然后这里呢有三种房款，分别是呢 Link Bungalow 50x70 双层半独立 40x80 还有双层的田字屋 32x75。 想预知更多详情请赶快与我取得联系，目前发展商是有推出限量早鸟优惠，你还在等什么？赶快来与我取得联系吧。